澳洲财长访华，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澳财首席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即将访华的澳洲财长查尔莫斯这次去中国究竟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财长本次的中国之行呢，主要是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开始看到了呃中澳起码在。 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上的重新的转暖的一些迹象，这个迹象呢，如果我们从经济数据去看的话呢，是非常的直观。 整个二零二三年呢，澳大利亚对华的进出口的贸易总额呢，再次大幅上涨，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三千三百亿澳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在二零二三年呢，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八之多，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其中呢，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因为呢，随着疫情的过去呢，两国的人员来往重新打开。那么，澳大利亚的服务业出口主要是留学。 教育和旅游这两个行业呢，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也在一个侧面再次反映出了澳大利亚经济呢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依赖性。事实上呢，澳中两国的关系呢，在二零二三年开始呢是进一步的好转。那么存在着大量的两国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我们知道呢，像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呢是去过了中国。 那么，中国的总理李强呢，在今年年中呢，来到了澳大利亚。此前呢，中澳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争端啊、呃，尤其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很多商品的一些制裁措施呢，正在不停的被消去。澳大利亚的一个半官方的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组织——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 （ACBC） 呢，在九月中，按照惯例呢，在坎培拉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啊、呃、晚宴，以及呢一整天。 天的一个会议和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呢是每年一次，但是呢今年的规模呢远超过去两三年，而且呢出席的人员的规格呢是非常的高。从当场表现来看呢。 大多数的从业人士，包括澳大利亚的一些高官呢，都对中国进一步的裁撤最后剩下的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呢，非常的乐观。然后呢，在第二天论坛当中呢，澳大利亚的一些重要的部长啊，其中包括呃外交部长黄英贤呢，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讲话。从黄英贤讲话的呃内容当中来看呢，作为与会者呢，我的总结呢，简单来说就是澳大利亚呢，需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澳大利亚认识到中国。 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认识到呢，澳大利亚本身呢离亚太地区非常近，中澳之间的关系对澳洲的经济发展、对澳洲的人民来说非常重要啊。另外一方面呢，在军事外交。 和政治上的澳大利亚和美国呢，依然有着非常紧密的这个关系。因此呢，在中美之间出现争端的时候呢，对澳大利亚来说最安全和最实际的出发点呢，是寻找某种程度的啊一个平衡。那么，既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呢，和中国呢确认相互之间呢对一些问题看法的分歧，同时呢，也要遏制这些分歧呢扩散化。同时呢，啊，这些事情呢不应当阻挡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背。 的烘托之下呢，那么我们觉得呢，才让查尔莫斯去中国呢，可能有两个点非常的重要。其中一个呢，肯定是和矿业对中国的出口直接相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比较大，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呢，比起前几年是有所放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作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铁矿石，未来的出口价格和出口量到底能维持在什么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呢，这个对澳洲的 呃，政府财政，澳洲的政府是盈余还是赤字，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财长去了解情况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的外资投资审核委员会 FIRB 的啊一些潜在的政策或者呢管理措施的更改也是关注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啊，我们刚才讲到了中澳之间的经贸的往来，尤其是贸易的额度呢，在2023年再创新高，逐渐恢复。 但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在过去两三年当中呢，是处于一个谷底，在二零二三年也没有看到更多的更改。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是，大量的中资或者中国背景的投资呢，往往以不明的理由呢，是被澳大利亚的外资投资审核委员会 FIB 呢直接的否决掉，甚至呢，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尤其是比如说像新能源这样的一些中国在技术和资金上都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呢，无法进入澳洲市场，成为了。 本地新能源行业最头痛的问题。事实上呢，在之前由 FR 举办的 Asia Summit 这样的一个峰会当中呢，大量的商界，尤其是可能代表着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行业的新能源行业的一些专家呢，都对于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 FRIB 的审核的标准呢，提出了极大的异议，表示呢整个过程呢非常的不透明，而且呢一再呼吁太阳能板对国家安全并没有什么特别。 大影响，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政策和这个审核的标准更加的透明化？究竟是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行业是不欢迎外资投资的？那么剩下那些行业是不是？ 不要再设立一些不清楚的呃关卡和障碍。可以说，这样多的一些啊非常多的商界的呃压力呢，也会给到澳大利亚财长。那么，随着最近中澳之间关系的逐渐的转暖呢，那么澳大利亚财长查尔莫斯此次去中国访问呢，很有可能也会谈到对于海外投资的限制，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究竟怎么样去看待海外投资。我们希望呢，澳洲的财政部啊，因为财政部是外资投资审核委员会的。 直接的上属的领导，那么能够像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 ACBC 的年度论坛上讲的一样，能够呢分清楚分歧和合作的点，不能因为有一些分歧的点而不去追求那些有共同利益的合作的点。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澳台首席说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